韩国女星走红毯，原以为很平庸，但忽然吹来的一阵风帮她大忙了。娱乐圈女星在出席活动时，相信整个活动中最喜欢的应该是走红毯的环节了。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混迹三线四线的艺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他们一个可以逆袭的机会。不仅在媒体前面增加了自己的热度，而且也顺势压了那些大牌女星一头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。所以很多女星就在红毯上下足了功夫，为了能够赢得媒体注意，假摔、高开叉、透视装等等，这样的礼服和手段也已经是屡见不鲜。这样的情况可不仅仅是在国内，在韩国也是一样的。甚至韩国女星之间的竞争比我们国内更加的激烈。之前在某活动中，韩国女星李和妮也是一身高开叉的长裙，脚上则是一双20厘米的细高跟，出现在红毯上时，从表情中也是看出了她的那份自信。不管是台风还是姿态，曾经获得过韩国小姐冠军的她，自然在这方面也是驾轻就熟。而当天活动现场最神奇的是，原本以为就这样非常简单的走一次红毯，却没想到忽然吹来的一阵风也是吹起了她的高开叉长裙。现在的媒体记者也是不失时机的闪光灯不断，让她扎扎实实的又火了一把。参考来源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分享到脸书，分享到 Google， 分享到 Line， 分享到微信。娱乐新闻的其他文章。齐柏林留下巨债给年迈父母。郭台铭一听三分钟就决定捐出5000万台，祈祷父母泪崩。小 S 生日对大 S 说，希望你和汪小菲撑到最后，张兰敢离就暴揍。夫家没人到场。王石贤当年娶酒店小姐和母断绝，妈妈还诅咒怀孕媳妇母女死在手术台上。结婚13年，如今台湾 LINE 社群疯传手绘网路笑话，幕后的作者居然是他。哈林离婚6年首度回应婚变真相，原来伊能静婚前竟然所有人傻眼到无言了。